六六世纪，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六。今天来看马来人对上库曼人。那这场比赛是由 NBL 对上黑人。红方呢是库曼。那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库曼这个文明。库曼文明的话比较特别，它在封建时代可以造两个 TC， 所以它在封建时代爆经济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也相对的很容易在封建就被打趴。好。那库曼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游侠，游侠可以出。那除了出游侠之外呢，他的这个游侠跑速非常非常快，是游戏里面最快的那种。好，大爆了不会，那个每个库曼佬骑的马都是保时捷那一种。好，那再来呢，库曼人有这个草原骑兵，跟蒙古一样，但是我觉得跟蒙古的草原骑兵比起来，库曼草原骑兵比较难用一点。因为蒙古的草原骑兵是有血量加成，那库曼是没有，所以他草原骑兵用起来还是比较偏难用一点，所以比较常看起来库曼比较常出在城堡 style， 可以打这个骆驼，但是到帝王就不能打，因为帝王没有这个重型骆驼可以升级。那后期还是比较倾向出这个清朝配上这个游侠做一个正面决战的一个选择，不然就直接出这个重装马弓也是可以。它的射箭场呢跟马厩都很便宜，都可以好像只要100木头而已，就跟你下一个伐木场跟模仿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在前期打封建快攻有一定的优势在。那每个时代呢，他的那个骑兵都是 5% 的加速加成，所以到了城堡时代这个跑速是正常的跑速，是 15%。那在封建时代这个跑速也会比对方骑兵快一点，所以在前期的一个肉马追逐战中很容易有这个肉马会被追着跑，然后被砍成白痴，所以在遇到库曼的时候，封建时代真的要特别小心这个肉马追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这个文明，最主要是它的这个树身帝王时代跟城堡时代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在，因为它的不好意思，就这样，速成帝王时代城堡时代没有，帝王时代提升速度是 66% 的提速，假如你升帝王时代要3分钟提升 66% 的话，就大概你升帝王时代只要1分钟，所以很多马来玩家喜欢打这个速成帝王的强弩单 TC 路线打法，算是一个蛮有压制力的一个玩法，但是前期是你城堡时代封建时代要打赢，或者城堡时代有一定压制力才可以这样打。如果城堡时代跟封建时代都是平局开的话，你直接速上帝王时代硬拆的话，实力也没抓好，很容易反退回来，然后很容易会有这种经济打输的一个状况。所以马来这个速上帝王这个战术是需要去观察选择使用的，并不是你想要就用的一个战术。那除此之外，他的这个双手剑兵只要点下他的金冠技术之后，这个强制增兵就可以让双手剑兵不消耗黄金而消耗更多的肉去做一个生产。这个科技有点像波斯工兵一样，波斯工兵是消耗更多的木材，那马来人是消耗更多的食物，可以出这个双手剑兵，这是相当划算的，毕竟他的这个反甲科技也是有的，近战攻击力也是满的，所以是相当的好处。那它的大象也是很便宜，它大象在城堡时代是 30% 的一个折扣，帝王时代是40% 折扣，所以到帝王时代它一只大象只要28黄金而已，非常省。所以马来战术也是非常多变哦，强弩路线、大象路线，还有这个双手剑兵路线都是可以做选择。OK， 那我们这边先加速一下，看起来应该两边都秒打。好，我们稍微简单讲配置配置库曼这边是打21T 算是比较上晚上封建时代的一个打法，因为他的土也是不好围，这有点是非洲大平原，有点难围。当时围比较安全一点，记得金币围起来就好了。那他这个开局很有可能是要打这个，应该不会封建开 TC 因为他这边撒这么多铁，要再开 TC 的话，通常是快要上顶上城堡时代的时候才开 TC
好，这边是决定要双射箭场开的话，这边是赤猴先骑，哎呀被戳到，咦、欸、居然没戳残血的，好，那这边围的非常大哦，这边黑啊有点偷，偷的还可以，因为自己有出长枪去防守，那这里是双射箭场，去出战矛压制哦。这边有，应该是有看到射箭场的关系，应该有预测到。那兵工厂还没有下吗？看一下，兵工厂还没有下，没有一级射，没有一级射，这边可能要秀操作才秀的一对面的工兵了。好，有下，这边下了一个。确实库曼这边是没有要打双 TC 开局的样子。这边落网被抽掉一只，稍微加速一下，应该不会这么快开打。好 ，TC 果然这手下，最近的库曼哦都是点下城堡时代之后才去下这个 TC 哦，然后 TC 通常都会插在主镜的位置哦。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个 TC 哦插这个位置，离这个墓区比较近一点，加好随时可以接应墓区的村民。好，这工兵在后面，这个马来应该是这个工兵到后面应该是想要上到城堡时代变成奴兵二级射好之后才会出去了。因为黑兰应该也知道哦，自己应该测试，我看到前面这里有出这个毛兵哦，这边有视野，应该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毛兵在里面。这边是斗智斗勇的一个地方，偷心斗角，他们都在耍心机。啊，毛兵出来找人，但是找不到，不知道这个奴兵去了哪里。你看，其实 NBL 这边很坏哦。欸、奇怪，你不是出了一个工兵吗？啊，怎么一只工兵都没看到？那是躲在哪里啊？啊，殊不知他已经躲在这里，后面这个地方。好，奴兵二级一级射哦，现在才点一级射，二级射还没好。那马来这边应该是要等二级射好才会出去哦。要先开出三 TC 的，三 TC 开下的话，二级射哦点下了 ，OK， 二级射还是点了。那这边如果要直接三 TC 的话，农田哦可能稍微还要再补一下。好，这边等二级射一口的一瞬间哦，要来射这个黄金区，但黄金区早就已经有 TC 了。好，这时候已经看到，哇，结果这几只奴兵没有抓到，反而被库曼 NBL 战矛兵给抓了。好，两边秀操作。那这边战矛兵虽然连扫，那还可以哦，因为是克制单位，应该二级射好了就比较能打。因为他现在打不赢，是因为没有射程。有射程的话，应该就比较好打。好，还有几秒时间，四、三、二、一，升级。OK， 二级射一好。哇，这边还是被秀了一下。因为这个战矛兵，只要走斜的话，就不太好打到。可以打到一些，但是三十只战矛，对方是五只奴兵，前线的矛兵也在压制，但是前方哦并没有看到 Hera 这边继续出工兵了。NBL 应该就心知肚明啊，对方又要转兵了，那自己赶快下修道院了，现在没兵，赶快去捡机了，会更好一点。这边把强势的工兵看可不可以点到几村哦，但是这么多都是血满的，应该是点不到。好，这边可以稍微加速一下。好，这边三 TC 开农并不出兵打法，这修道院还没有盖，因为他现在没有主动权，所以盖这个修道院是有风险在的。完蛋，这里一层层死去，直接进来被逼出去，直接骚扰头车砸不到，都我在控，我找到一发，残血的战矛直接拉回家。家里补下了、哦、非常多的一个重装马弓。好，库曼打重装马弓 ，OK， 没问题，没毛病 ，OK。这时候地龙时代已经按下了，马来，哇、哦，这一波打得不错，直接打掉非常多的战矛。这个投资车已经价值连城，哇，又砸到一发，这边直接贴到这个投资车最小距离哦，这样投资车就不能输出。马弓这边直接打一发。这边好闪阵，这边掉工兵，马弓机动优势哦，就是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哦、去打这工程器。
然后 K 的勾进对方的主力如果够少的话，就可以这样打。好，然后上帝用时代之后，应该是会打强弩哦。马来树上帝王的一个优势就是打强弩，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天能在帝王出血哦，打出比较有效克制的方法，就只有强弩。你打什么大象啊那些的、哦，很容易被克制哦。那个疾病啊，或者骆驼，直接说成白痴，或者是麻弓、强弩直接甩掉你这些大象。因为大象它只有一级马凯而已，所以地出大象有点不太明智哦。很容易会被打下来，而且僧侣招一招也是轻松招完，强弩的话就不太好解了，而且很威慑力，加上搭配巨头的一个前期压制哦，就可以拆到很多东西了。好，那 NBL 自己也慢慢转出自己的马凯，好，射箭场补下更多五个射箭场，好，前线这边马弓压制的还不错。那库曼这个清查单位哦，我觉得帝王时代比较强，好吧，城堡时代比较强。帝王时代由于库曼没有三级士的关系哦，所以这个会有点破技无力哦。这个马弓也是哦，如果你现在出马弓，后面还要再继续出的话，出中的马弓可能会有点伤了，毕竟没有三级士。好，一进来。但库曼如果到帝王时代出清查有化学的话，好，还是可以出一点当做后备主力。这边有点难抓的感觉。好，看到马弓过来先收村，但是这边收到应该这个位置，强弩这里过来直接开射，强弩对马弓是比较有优势一点。虽然血量强弩来说是比较少一点的，对于马弓来说，马弓有70滴血，但是弩兵哦，造价比较便宜，所以射速更快一点。所以步弓是克制马弓的，这个观念简单记就好。好，上面有只骑士哦，在偷杀村民，听到惨叫声了。好，但这边比较重要，看一下这边，这边可以稍微围一下，有没有围一下，让这个马弓不好钻。想要钻出去的话，要直接吃到这个 TC 箭矢。但这边马弓是决定要直接一点村民，但是没有点到，一村都没杀到，很可惜。哇，他们直接吃光。好，这面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了。这一波马弓烧完，应该不会再继续出马弓了。好，好像点到这个帝王时代，来出这个游侠可能会更好一点。哇，这个战矛怎么射那么多？22只。直接走进去，想要逼对方强弩出来，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我有点不太懂。这个还烧到几村？因为村民塞不到这么多村民。没走进来。他这边是想用这些战矛去争取时间，让对方的强弩比较晚到自己家里。好，那这边有看到强弩在这里，那他应该安心了哦。居然强弩没有跑到家里。这边哦，能换多少强弩就换多少强弩。最明智的。好，这头战矛兵争取到一些时间还不错。好，马来这边强弩，我这车也下了，已经慢慢往外扩张。那这一块矿区很重要，这两个要赶快抢下来。好，强弩持续在做，但是对方是出战矛，出战矛的话，强弩还是要小心一点。哎，接点接剑死。好，被射掉了几支枪。好，后面矿区也在偷偷挖。目前马来这边人口快要接近200人口，但这边投石车还没有造，有点让我意外啊。因为这个打法最强方就是一上帝龙初期哦，出强弩加上驼车的一个战术。那这边驼车出的相对晚一点。好，这边加下军营，再来稍来打这个免费
双手剑兵的战术了。好，拇指环也点下，三级工兵铠甲也点了。好，骑士重装骑士点下，三级马凯也点了。城堡也是陆续开出来前线。好，那还抓到一个强弩的位置，哇，很伤，这一波死了两只强弩。OK， 连骑兵也点下，那应该是有看到对手的一个骑士哦。骑士哪时候看到的？哦，这边偷偷看到是不是？慢慢走进去看到，看一下这个视野。好，上面这里战矛斧头，但是库曼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高地优势，但是下面是没有高地的哦，这下面这一排战矛兵没有控好。好，两边交战起来，谁出谁还不知道，但是目前看起来是马来这边有点优势在的，这里的工兵铠甲是全部都满的，但是库曼这边是没有三级，没有点三级马铠，工兵铠甲。好，这面大量的一个重装骑士直接出挺逃而出，重装一逃，使用上砍三级马凯，威力很强。有强弩终于拦截，但没有问题。目前马兰已经早就转向这个骑兵的一个升级了。有骑兵的话，骑士这边一波有点难，直接秒掉。好，城堡依旧在打这个骑士。骑士应该要全解掉，哇，剩一滴，三滴没解掉，稍微可惜，但没关系啊，这三滴血连村民都能解决。好，更多的骑士出来，29只，注意点投石机，这边开一下，开始来抽砸。这边还有出火炮，但是火炮出，现在出可能会被当菜吃啊，让游侠加菜啊，哎呀！巨头火炮全部吃光，骑兵上去又戳了一些游侠，但是游侠重装骑士，重装骑士拆工程技术太快了，来两下一刀砍掉，没问题。好，在这边黑马损失大量的一个工程单位哦，这边可能这个城堡守不住。下化学可能是想要存的出骑士，好，资源直接花光了。在马来这边资金还是很好，虽然这一波强攻拆了非常多的工程器，但自己损失非常大量骑士哦。我觉得这波 MBL 交换并没有特别优势的感觉，因为刚刚骑兵也确实是戳死了蛮多重装的。哇，看起来营业亏啊 MBL。好，骑兵上来硬戳这边的一个复仇机，应该破掉。破掉之后再去硬吃对方的一个重装，也是蛮香的。慢慢出回来，这边搭配的主要是公布单位了，正面很强的那一种。那库曼选择是战矛搭配游侠的升级，好，三级近战攻击也在升了。若是这样打的话，我觉得正面来说还是库曼会劣势一点，因为游侠太容易被骑兵克制。打游击战我觉得不错，不要打正面了。这游侠打正面很容易打输。好，那这边库曼还点下大草的跟踪技术，那这个能力呢可以让他的肉马产生速度比较快一点，提升一把他的这个提升速度，还有这个马弓。那草原骑兵也有，但这个情况我不可能出草原骑兵了，最后可能是要来出这个肉马而已。好，那这边重量步兵开始在升级，马来准备要来点这个强制征兵哦，金冠技术点完之后就免费的双手剑兵可以打。好，强制征兵点了，
剑兵纵火技术。开始在长鞋马厩要来直接哦出大陆马骚扰后方经济。那后方经济其实都有城堡，除了这边农田地区没有以外，但这边都有 TC 在，所以防守来说菲拉还是做的比较好一点。那破麦这边里面那也差不多啦，就是我觉得这边城堡差的还可以，这个还不错，然后 TC 都是 联防的一个位置。好，双手剑兵点下，待会就无限双手剑兵要冲出来硬砍了。罗霞好了，罗霞这时候要冲了吗？落马才刚点完而已。好，化学也点下了，骑兵冲了出来，但是骑兵过来硬挺。好，这里先用一些战矛兵去换骑兵的血量。哇，游侠直接这边硬打，游侠要从那边包起来吗？有点难包。打顺便打灯，骑兵上高地稍微挡住了一下，灯骑马上就溃败，这个后面有双城堡防守，这一个输的小弩箱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后面更多的骑兵过来增援了，骑兵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小弩箱会输光，战矛没有跟上有点尴尬，那个第十过来硬点，哇，游侠这边死了非常大量，这两个高地堡烧了非常多的一个游侠。回来 ，NBL 第二波冲锋，送掉了自己珍贵的主力军队。好，这里过来，然后这个马厩长驱直入的一个作战方式，但效果很差、哦。你看这两个城堡这边守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说这边马来防守做得不错。难怪游侠出来却打不开到什么东西。还是要等出落嘛，倒地了，这边看起来完全打不赢，而且这边免费的双头剑兵已经出来了，双头剑兵砍这些战矛兵超强，打落马也 OK， 打虎都可以，但是不能打飞机。好了，我们的骑兵再戳，戳了这些游侠，看来库曼要倒光了。双头剑兵出来之后怎么处理？没有工兵，工兵处理双头剑兵很方便，但是没有。基本上的战矛就是当太缺啊，三刀一支战矛，超级痛，砍光，好一片，没救，后面好强弩，所以马来也算是非常难解了，打正面真的很难解。大骑兵加双头剑兵再加上强弩，然后火炮巨头，完美，怎么输？我再不行，还有这个免费大象，出来顶一下。NBL 拿出了结局，果然这个结局是这样子、跟我想的差不多。库曼在单挑很难赢的原因也是这样子、因为你的游侠虽然可能经济会很好，或者是爆出这些游侠，但打正面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千万不能打正面、那 NBL 这边游侠就是打了正面了，然后被骑兵跟这个双城堡直接硬刺了下来。那如果打游击战的话，对 NBL 会更好一点。但这边马来的防守也是做得相当不错，所以没什么缺口可以打。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我们就下次再见。那请大家再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